用一句名言“行动是成功的阶梯”来表达李克强总理说的，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，也是发展问题。就业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，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。像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所说，人民的最大财富是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，有一份光荣的工作，有改善生活的机会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就业的重要性，并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断努力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，行动是成功的阶梯，只有不断行动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。希望大家喜欢以上“行动是成功的阶梯”的名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，那么请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《佛法与名言》的分享。订阅后，你将会得到最新的视频和资讯，也能为我们的分享提供最大的动力和鼓励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祝愿您平安幸福。请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。